关于意外发生的经过，二嫂和我有尝试与志颖对话，想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但志颖目前的身体状况仍无法将发生的经过拼凑起来。林志颖车祸记忆无法拼凑，脸部重建才内固定放钛金属。第一时间，二嫂接到热心民众打来的电话，也和先生联系上，但未能联系上志颖。我们带着忐忑的心情，随着二嫂来到医院后，我们一家人与志颖的好朋友们才确定了这个令人难过的事实。林志颖22号驾驶特斯拉行经桃园市芦竹区中正桥自撞分隔道，陈若仪在24号发文报平安 ，Jensen 轻微受伤，正在观察及休养当中。至于林志颖右肩有多处骨折，脸骨也因撞击碎裂，医疗团队可能交由颜面骨折重建权威林口长庚医院院长陈建宗亲自替林志颖进行脸部重建手术。陈建宗接受三立新闻网采访表示，该手术一般会等到生命迹象稳定才会开始动刀，因此事故发生后72小时是重要观察期。针对志颖目前的状况，他有逐渐好转，他目前的意识是清楚的，也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接下来在长庚医疗团队的专业评估下，将会进行手术，后续志颖呢也会需要一些时间进行休养跟复原。陈建宗透露，目前颜面重建手术大多都希望一次手术就能到位，治疗则采内固定，其材料大部分为钛金属，再视伤口的复杂性考虑需不需要用到 3D 列印重建技术。简单的单一部位骨折仅需2到3小时就能完成，倘若有3到4个部位骨折，手术则有可能耗时10个钟头。关于意外发生的经过，二嫂和我有尝试与志颖对话，想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但志颖目前的身体状况仍无法将发生的经过拼凑起来。我想要等到志颖身体状况更好些，才能与相关单位进行说明了。